哦，你们别老是说人家这个品牌抄 RM 啦，那个品牌抄 RM 啦，酒桶型的这种设计又没有规定只有谁才可以用。那 RM 可以降咩 ？RM 可以降咩 ？RM 可以降咩 ？RM 可以降咩？这些 RM 都没有。哎。只有我有，一定是那小港头啊！不用紧，我们现在就把它找出来。哎，任务完成，终于消灭掉敌人了。就是萨崩霸的完整开箱。小刚要说的这个品牌哦，萨崩霸，它里面这个系列呢叫萨崩霸 Interchangeable Watch 公爵破系列。它的这个快拆技术啊，我个人认为啊，它很有可能会成为很多别的品牌会用到的这一种技术啊。啊，因为你玩了之后哦，你会发现到哦，它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一只表就能做到随着你的心情啊更换这一只表所有它的一些呢配件啊，包括表壳啦、表冠 crown 啦、表带、表扣，所有都能用手就能拆到。首先，小刚，我要说一句真心话，这品牌啊，它不只做的比其他品牌更好，而且是超越其他很多品牌啊。那从入门的这种价位啊，例如这种这几年非常有名的豪华啦、豪华这个入门的这种 Wish Do It 啦，小刚在频道也做过这种酒桶型的一些品牌，甚至到这个比较有名的 Expedition 啊、Our Restore 啦、甚至这个 Chronos Art 这一些啦，或是到顶级的哦 RM 理查德 Richard Mille 啊，或是小刚自己。最喜欢的 Frank Muller 这个法穆兰啊 FM， 这一些哦都没有一个能像他这样哦，那他的这个独创的机械构造哦，还荣获这个全球的 Muse Design Award 拿奖啊，完全不需要任何工具就能完整的拆卸，真的是太爽了。没错，说的就是他这个 Interchangeable System 四维度快拆系统。对于这种酒桶型的表设计啊，很多人有一点他忽略了，就是哦。不论是从入门的打个比方啊，豪华也好，或是到法穆兰 FM， 甚至到理查德 Richard Mille 啊，就好像我自己啊，小刚的 FM 防水也只有一个30米、50米左右啊。因为由于这种酒桶型啊，它弯曲的这个天生它的这个设计啊，所以它的防水深度哦，一般上啊，你看啊，你上网去找一下啊，一般上它的规格就只是一个30米或到50米的一个防水。但是这一款酒桶型系列，这个萨崩霸这一款表是唯一一款在这个价位完完全全能做到真正高达100米的防水深度。哇，这个真的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太实用了。那如果你到它的这个 official website 官方的这个网站有非常多的选择，而且价格也有很多种，完全可以自己做搭配customize。小刚手上是大套装了，这一只是这一个套是。
那总共是有七条表带、七个表扣、七个表扣、七个表冠哦。当然还有一个原本的那个表的本身这个表头一个哦。那你试想想啊，如果品牌啊未来又推出一些专属用来放置这些配件啊的手提箱啊，还是一些精品啊，哇，我跟你讲，那出门又可以随时更换它的配件啊，想到都爽啊，真的是酷到爆啊，真正成年男人的玩具啊。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做工还有它的这个规格哦。表头的本身是在一个43mm 多左右啦，而且表本身一点都不厚哦，你看侧边非常的薄啊，那整只表上手啊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黄金的尺寸啊，表耳到表耳也是在一个50mm 左右而已哦。那官方也有提供几种选择啦，那它那个表头啊，那我选的这个是 PVD 全黑的哦，那也有这个银壳的这个不锈钢银的这种这个选择。表盘是做了这个镂空的设计，要提提哦，它的这个夜光材质哦，真的是非常的亮，而且做的而且它夜光哦非常的持久啊。那以品牌称哦，它是选用了最好的这个夜光的这个材质，它这个 material， 那连秒。